鹿晗演唱《空天猎》主题曲，李晨为其唱功点赞。跑男之间的真感情，娱乐圈里演而优则唱，或者自己当导演拍摄剧作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。前段时间热门的《战狼2》就是吴京自己导演的，大黑牛李晨也是不甘寂寞，自己当导演拍摄了首部现代空战大片《空天猎》。当然导演不是那么好当的，需要有很好的人缘，需要朋友的帮衬。李晨邀请鹿晗演唱电影的片尾曲《追梦赤子心》，有了小鹿的支持，肯定能吸引不少的眼球，对影片宣传也是很有帮助。当然这还得看鹿晗愿不愿意帮忙，不过小鹿对朋友那是没话说。李晨听完鹿晗的演唱，大赞其唱功，并非常感谢小鹿帮忙，也见证了鹿晗在跑男里和其他人的真感情。